来关心高雄港进前去划到的放港的，昨昏伊的基因定序出来呀，确定甲高雄港的群组感染病毒是无共款的，所以等于是有两条传播链。为着要确保港区的安全，高雄港伫今日明仔两天，卖伫36号码头的管制站，即有风险的注射站，各地港区的工作人员拢爱赶紧去注意风险，而且嘛要加严入港的管规定，一定爱加三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，才当入去港区做事。火车机车伫码头管制站头前排队，要等工作人员查 PCR 阴性证明了后，才会使入去。而这么严格，成为进前确诊的引水人，十号防疫做独立的传播链，伊的基因定序出来，确定感染源甲高雄港群组无同。引水人，好，那我们厘清了他的基因的定序，好，他跟高雄港岸的相关的群聚的基因定序不同。市府甲指挥中心推测，引水人可能是1月底、2月初接受会诊甲外籍工作人员的时阵感染，要观察到2月19号，先是高雄港群组，刷落来是引水人，和高雄港11号、12号两天，第36号码头管制站等所在设注疫苗的站点，鼓励港区人员注疫苗。但若想要入去注疫苗，要7号、8号伫港区做过筛检，也是提出三天内的 PCR 阴性证明。你如果7号、8号，哦应该要到我们港区来 PCR， 9号也有一天，所以总共有3天的 PCR。那如果你这3天没有来 PCR 的，那你就不能进入港区了。如果到一般的诊所医院去做也是可以的。虽然政府是为着防疫，但进前港区筛检是免费的。外管区火车即马若想要入去港区，得爱自费去病院 PCR。若超过3天，想要搁入去港区一摆，是毋是爱搁筛检一道？港务分公司表示 ，PCR 证明的有效期间是7天内，唔免搁筛检一道。后续会看状况，甲市府讨论是毋是爱修改入港的规定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、高雄报道。